诸位同学，请看《毗卢遮那品》，微光菩萨见佛获益，别中十一句，从第七句看起。我们将经文呢念一念啊。法界中无量变化力，出离轮之光明。微光太子见佛，他就获得无边殊胜的利益。利益的总名称叫智光明。世尊为我们介绍了十一句，这个十一举例而言。我们从这十一个例子就能够想到，微光太子过去生中善根福德了非常深厚，与佛又有深厚的因缘。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世尊在这个经文当中啊，称微光为菩萨啊，大微光菩萨了啊，不称太子，称他为菩萨了。这一句法界中啊，我们应当啊都能够理解，无量变化力，这是在这个法界里面因人因时因地因事种种不同啊。啊，无论是哪一类，人也好，地也好，时也好，事也好，都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呢，它不是一个样子的，它变化了。啊，为什么会变化呢？世尊在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因为心想不同，人起变化了啊，我自己这一个人啊，就这一个人呢都起无量无边的变化，妄想杂念多啊，刹那不住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凡夫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这八万四千我们明了啊，是无量无边的
烦恼习气归纳为84000类，每一类里头又不知道有多少啊！啊，不是只有84000，那只有84000，那倒不算多。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懂。我们的心念头在变，我们生理的变化了，也在变。如果有一天变到不再变了，那就成功了。啊，不再变化了啊，就成佛了。佛佛道同，啊，成佛就不变了。换一句话说，在等觉菩萨的地位还是在变，只要念头变，一切万事万物一定是跟着他变。这就是依报随着正报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事实真相啊。那事实真相如此啊，佛要教化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当然就不能用一个法门，也要随着众生的变化。所以普贤菩萨讲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为什么？你不恒顺，你不随喜，你有再好的方法，他不接受啊。要令一切众生欢喜接受，那只有恒顺随喜啊。所以恒顺随喜是佛在九法界，在无量无边诸佛化土里面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转凡成圣。方法里面的总原则、总纲领啊，就是恒顺随缘。我们要成就自己，要帮助别人，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要向佛菩萨学习啊！啊，要成就这个本事啊！啊，这是法界中无量变化力啊！佛菩萨在九法界实现，帮助众生的是些什么？就是此地讲的三个字：出离论。帮助众生出迷，帮助众生除三途六道九法界，帮助众生离苦，是心。
教学无量变化了，但是总不离这一个目的啊，这个目的这个目标永恒不变啊。他凭什么转出离轮呢？啊，无量变化力出离轮呢？所依凭的是最后三个字，智光明。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智根本智啊，光明厚德智啊，光明遍照啊。清凉大师在这一句里面给我们标了一个标题啊，这是这一句总的纲领。神通智明啊，他给我们说了八个字：三轮干事，处理不能啊。这八个字不太好懂啊。什么叫三轮干事？这个三轮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是讲的教化众生的次第，啊，怎么教法？天台跟先生判教啊，都有见教、顿教、不定教、圆教啊，这是佛教学的手段方法。手段，前面所说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也不一样。人随着他的过去生中的善根获得因缘，所以大乘经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样的法得度，佛就说什么法，或者是表演什么法，一定是非常契合众生的根性，又契合过去生中的因缘，他欢喜接受啊。啊，喜欢学习，
这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佛有神通，有智慧，他能观机啊，所以面对着学生施教的方式，一点都不会差错啊！所以众生遇到佛，那是大福德、大因缘，没有不得度的啊！这个原因就是世尊呢善于观机，知道这个众生过去无量劫中生生世世之死。那么现在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病人，一般医生没有办法治疗，他们去找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呢用催眠的方法，深度的催眠，让他说出前世再前世，甚至于讲到过去十几世二十几世。我还听说曾经有一个时间最久的，好像是80多世之前，距离现在应当是4000多年啊，这生生世世的遭遇说出来了，医生就晓得他的病怎么产生的，什么原因产生的，然后真的叫对症下药。哎，这个方治疗的方法呢非常有效啊，确实能够帮助这个人在短时期之内呀就恢复正常了。那么这是医生用这个方法让病人在深度睡这个催眠之下回忆到啊过去生中啊，释迦牟尼佛不需要用这个方法，佛有神通智慧，他一看呢他就明了了，而且能知道你过去生中无量劫前，法华经上有个例子，有一个人见到释迦牟尼佛了，要求出家，佛就让这些大比丘们啊，比丘的这个罗汉比丘，他的能力能观察500世，出家要有善根啊，没善根不能出家了。这许多大阿罗汉看了之后都摇头，500世
中啊，没有种这个出家的善根呐、啊，他怎么能出家呢？佛笑笑，他说他在无量劫前是个樵夫啊，砍柴的，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只老虎。他爬在一棵大树上面，老虎在下面，在大树上面念了一声南无佛，无量劫前啊，就种这么一个善根种子。世尊说，今天在我这个会里头啊，他这个善根成熟了，佛收了他了啊，让他出家了，以后他也证阿罗汉果了。所以说，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所以这个善根福德因缘重要了。那么在三转法轮里面，南北朝时代光统法师说，常无常，佛在经上常说的空不空啊，你看看佛说法，对哪些人说常，对哪些人说无常，对哪些人说空，对哪些人说不空，佛的教学有先后次第。按部就班，慢慢的来帮助他提升。这个叫渐教啊，循序渐进啊。我们在华严华严是原教，像禅宗里面啊，宗门顿教，佛在一门当中啊，一个法门，具足演说一切法门啊，一门里面常无常、空不空，通通都说到了。这个根器不一样啊，这是属于顿教。没有次第的，超越次第的。那么第三种呢，说于如来无碍究竟圆寂的法门，像华严、法华
这是属于语言教。啊，对什么人说的呢？化身菩萨了。啊，六道里面凡夫有没有份呢？清凉大师跟我们讲了，六道凡夫里头有一等人有份。啊，哪一等人呢？大行凡夫。所以谚语常讲啊，量大福大了，这个很有道理啊。大乘经上常说，诸佛如来心包太虚量州杀界。哎，你想想看，这一等人在一生当中啊，就能证得究竟圆满的法门，这个福报多大啊！人间天上啊，没得比的。那么这是光统讲的。南中诸师也有三转法轮的说法啊，稍稍有一点差别。他按照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初成正觉，即说华严，不由于小啊！啊，那么这是经论上有的，啊，历史上有记载，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在菩提树下二七日中啊，为化身菩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凡夫小乘不知道啊。啊，我们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哪里知道他讲华严经呢？啊，参与华严法会，那你要有本事入如来定中。你才能够见到这个盛况啊，这化身菩萨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也有六道众生啊，也有诸天啊，也有些神众啊，杂神啊。现在我们都明白了，所有一切的天众、神众，乃至于人众，无不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化身啊，为我们实现的，为我们表演的，他不是凡夫啊，啊！不是九法界众生啊，九法界众生决定不能参与华严法会。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啊，西方极乐世界众鸟说法啊，
白鹤、鹦鹉、嘉陵频伽共命之鸟，那是畜生道啊！啊，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畜生的名都没有，哪有这个事实？那么这鸟是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化身呐、啊，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那么华严会上这一些菩萨声闻缘觉啊，九法界里面这些众生，山神、水神、花草树木之神，现在我们明白了。要是套弥陀经上一句话呢，皆是毗卢遮那佛变化所作啊。这是讲的顿教了，没有此地呀、啊。华严法会开圆满了，世尊出了定啊，在落叶园为五比丘说法，这小乘呢 啊开始对一切众生次第来教学啊，我们现在办个学校学校从哪里办起？从小学办起啊，世尊为大家讲阿含啊，讲小乘12年，12年，这些学生听众啊，境界逐渐提升了，小学毕业了，再办中学，继续来教啊，啊，再讲方等。方等讲了8年，啊，方等是属于大乘了。那大乘有了良好的基础了，再跟大家讲般若。般若讲22年。由此可知，般若是佛法教学的中心啊，它的时间最长啊，阿含跟方等加起来才20年啊，般若就22年。最后开法华啊，法华8年了，这是世尊讲经说法300余会呀，49年，这个是循序渐进啊，像办学校、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啊，一直办上来啊。诸位要晓得，49年的学习没休息，正是中国古人常说的
人生在世，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我们在《论语》上看到孔老夫子，夫子说，他说他曾经一天不吃饭，一夜不睡觉，在那里想啊，想着世间种种这个事业，无疑没有好处啊，不如学也啊，跟求学来做个比较，都比不上求学。所以人活到老应当是学到老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许许多多人退休了，晚年的生活很苦啊，正是世尊跟孔子所说的，他苦从哪里来呢？他不学了。如果要肯学呢，肯学就不苦了。怎么知道呢？论语头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你要想你在第一生当中永远保持快乐，用什么方法呢？学习。那我们再看到一个最好的证明，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为什么这么快乐啊？离苦得乐了，没有别的，就是在学习。菩萨学习快乐啊，如来教化快乐啊。学成功了，学圆满了，学圆满了就教学啊，教别人学啊，所以永远快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心目当中啊，非常希望将来有一个这个退休村，澳洲的是退休村呢，啊，中国人叫安养院呢，啊，这里面住的退休的老人，啊，退休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天天学，快乐，啊，这个退休村呢，就是老人学校啊，啊。老人大学啊，活一天学一天啊。我们把世尊、把这个夫子的理念教诲，我们来落实啊，这个是人生一大快事啊。有人问我，啊，我这一生所做的快乐，啊，乐在哪里？天天学，天天教，教学，
啊，一天四个小时，天天不间断呢。乐此不疲啊。古人所谓的学不厌，教不倦，这是事实。你自己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这两句话你不懂啊！啊，你要亲身经历了，你才会懂，你才知道这两句话的味道。啊，《开经记》里面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你懂了，啊，所以世尊这个四十九年的教学为我们做了个示范，这叫见教。啊，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呐。那么退休的这些老人，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什么呢？这个课程呢，应当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呀，检讨我们这一生所作所为啊，进入这个学校做总检讨啊，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事情做对了，留给后人做参考啊！啊，这是一门课程啊。啊，第二门课程，过去这一生为生活奔波，世间许许多多的好的神圣的教诲，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机缘去接触啊。这个时候退休了，又恢复做学生了，应当听听道啊，古圣先贤所讲的宇宙人生的道理啊，宗教典籍里面许许多多宝贵的教训，我们要认真来学习，这是第二门课程啊。第三门课程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有生必有死，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我们得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把生死这个问题搞清楚搞明白，选择我们欢喜去的地方，哎，去往生啊。这个学校有意义啊。
比起过去年轻时候读的这些学校，这个性质完全不同啊，价值也不一样啊。啊，这个是老人退休生啊，我们将来可能用的这个名称呢，是多元文化村，或者是多元文化之家。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学校，啊，它是一个大家庭。啊，这个大家庭里面，个个人都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共同在一起生活，共同在一起学习。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也都是学生。啊，哪一个上台，演讲，啊，演是表演，讲是讲话，他上台，他就是老师，坐在台下就是学生。他下了台，换一个人上去，那个人是老师，他也是学生。真平等啊。啊，那这个学校的大门口的对联，就用《论语》上两句话就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那么这叫见教。啊，第三种，他举的像圣曼经一类的，啊，圣曼夫人经，它不是建教，它也不是顿教，但是它在这个里头讲佛性常住啊，啊，跟中国像三字经上所说的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呢，这个也是属于不定教啊。啊，这个是讲三轮干事。那么由此可知了，我们知道此地的干事就是为人演说，用现代的话来讲呢，社会教学啊，而且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啊，这三轮干事这一句我们就说到此地，下面一句是处理不能啊，这一句不好懂处理，是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处理六道，处理设法界，
处理生死轮回，这是整个教学终极的目标啊。什么叫不能呢？不能用一个方法，不能的意思在此地啊，要用许许多多的方法啊，才能够达到。所以诸佛如来为我们开的是无量法门，誓愿学啊，学习的方法啊，中国古圣先贤说得好，教之道啊，贵以专。学习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专，专攻啊，不能学杂了，不能学乱了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办这个学院啊，学院一直到现在还是在筹备之中啊！虽然每一天有上课、有学习，还都在做实验。从实验里面，我们吸取教训，启发智慧。到我们的教室建成。昨天我听说工程有一点耽误，恐怕在三月初不能完工。这桩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勉强，还是随缘呢。总得要等教室完工之后，我们举行一个开幕典礼，正式开课了。正式开课，我们从这么多年学习经验当中，我们明白了怎么样才能学得成功呢？才能学得快速呢？一门深入，一个人只能学一部经，一部论。这一部经论由你自己去选择，范围是大藏经，大藏经以外的不取。大藏经里面有的你可以学，学了之后你自己好好的去研究，依教奉行，为人演说，这个就是学习啊。其他同学所学习的课程，这个经教通通都要听我们这个学院谁是老师啊？个个都是老师。谁是学生呢？人人都是学生某家上台讲这部经典，我们大家都做学生听他的。他讲完之后了，一上台去讲经了，一是老师，架在台下也是学生。
跟一般学校不一样啊。这个样子修学，个个都能成就，而且的说都能够谦虚卑下，教学相长啊。这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来的时候不断在实验在探讨，我们找出一套还是佛菩萨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老办法了。想来想去还是老的办法好。好，现在时间到了。